是手机 Bo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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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dy， 像柠檬加阿姨 Bo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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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dy， 在一起就跳舞，快乐跳舞，吃饭跑百米。Yeah， 太瘦的希望可以吃得肥肥，聪明的却又故意装得腿腿，但凡是糖就不能不加几个 all in。Body Body， 我们的友谊不只是讲义气，从此分享我们快乐的秘密。有人吐吹出包，也不分我和你。Body Body Body Body， 我们都是兄弟。Body Body Body Body， 像柠檬加阿姨。Body Body Body Body， 在一起就跳皮，快乐跳舞。最近的天气真是热得让人受不了哎，好热啊！大口喝冰水，真凉爽。等一下，小朋友，喝冰冰凉凉的饮料要怎么喝才不会伤身体呢？慢慢喝。嗯。哦，谢谢小朋友哦，慢慢喝。嗯，这样就对喽。清凉有劲的猜谜开始喽！遮住一边的脸啊！因为，哎呦，因为脸变得很丑，你看啊，你看不到。啊，嘿，我忘记戴眼镜了啦。哇！啊，小巴，你的脸上怎么长这么多痘痘啊？哎呦，还不是啊。不要笑了，还不是因为我吃了太多的炸鸡、薯条、巧克力跟洋芋片，再加上晚上没睡觉，偷看漫画，我的脸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看起来好可怜哦。要不是啊，今天要来跟小朋友玩猜谜游戏，不然我才不想出门呢。啊，想到了，等一下猜谜完之后，我就来煮一些清凉退火的东西给你吃。太好了，阿碧，谢谢你耶。没关系啦，那我们赶快开始吧。那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，第一个提示是浅绿色跟浅黄色，意思是说啊，这个东西它有的是浅绿色，有的是浅黄色哦。就是啊，要大家猜猜是一种蔬菜啦。哦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答案呢？什么？还有呢？高丽菜、菠菜，好多，好厉害哦！你们知道好多蔬菜啊！哎呦，小朋友啊是不会答对的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喜欢吃蔬菜呀。我不喜欢吃蔬菜。对嘛？不会啦。放心，我们呢都是最爱吃蔬菜的小朋友哦。小朋友的答案有好多，到底哪个才会是正确的呢？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示吧。好的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凹凹凸凸，这种蔬菜的表面就是凹凹凸凸的，就像小巴现在脸上的痘痘一样。
你这个提示太伤我的心了吧。啊，对不起啦，那我换一个提示啊，除了凹凹凸凸之外，它的味道还苦苦的。啊，我苦了我，你差点把答案讲出来。太简单了，我们都已经有答案了。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苦瓜。我们的答案就是苦瓜。是苦瓜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颜色有浅绿色跟浅黄色，表面凹凸不平，味道苦苦的蔬菜就是苦瓜哦。他们猜对了，耶！金币袋，宝物是他们的啦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。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！我好苦啊！我看我的痘痘又要多长好几颗了啦！哎呦，别难过啦！哼，我想到可以治痘痘的方法了。吃苦瓜，苦瓜真的很苦哎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加蜂蜜变成蜂蜜苦瓜汁，好喝哦。为了帅气跟健康，再苦只好喝了。那走，我们去打果汁吧。可是很苦哎。不怕啦，走。很苦啊，我不敢喝。喂，走。很苦哎。我是你的马吉，马吉马吉，你是我的马吉，马吉马吉，要真诚的心，要不一样的甜蜜。像圆圆的马吉黏在一起，像 QQ 感动难以忘记，快乐的 baby 永远最爱你。你是我的马吉，马吉马吉，要天天都爱你，要天天都在一起。像软软的马吉黏在一起，像甜甜感动难以忘记，快乐的 baby 天天都爱你。
成一个懒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玩变奏，天天都这样做。一三五七九十一 ，A B C D E F G， 倒数五四三二一，动一动真 happy。
今天的我有话要说，要介绍的呢是浩辰小朋友的作品。西瓜哥哥，问问你哦，你知不知道浩辰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哪里玩呢？嗯，我来看看哦。哎，这幅画很像是那种西部牛仔电影里面的场景哎，可是在这个沙漠当中，怎么出现一颗大西瓜，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刺啊？哈哈哈！西瓜哥哥，你真的很有想象力耶。其实浩辰的爸爸妈妈呢是带他到花博里面去玩。浩辰说那一天啊有好多好多的人，他们排了好长的队伍才进去观赏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不过大家呢可以来看一下这幅画哦，里面呢有刚刚说到的沙漠以外，我想那天的天气一定非常非常的热，因为天空当中有太阳，还有白云，有蝴蝶、花跟两个很大很大的仙人掌。那太阳哥哥，你有去过花博吗？我当然有去过花博啊。花博里面呢有很漂亮的花，还有很特别的场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有跟花博宝宝拍过照哦。啊，有跟花博宝宝拍过照，我好羡慕哦。虽然西瓜哥哥没有去过花博，不过我知道里面有一个馆啊，还用了非常非常多废弃的宝特瓶所建盖而成，是很环保的建筑哦。现在呢，花博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浩辰啊也可以找机会跟爸爸妈妈再一起出去玩哦。嗯，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嗯，好羡慕你哦。你刚刚说的那个场馆，我也去过哦。时候加入满满的爱心，我们的梦幻食谱演奏出美味的乐章，跟着我一起来踏着活力脚步，美味动人料理是我们的最爱，闪闪发光的卡碗，美味用心的滋味，一起 cooking Look up.